Hello， 我是小叮当，承诺了我的蓝莓小可爱，为他做一份专属的粉丝边衫。今天我来交作业啦，这里我准备的都是超级仙气的亮片，先把粘土混合在一起，再放到凉水里让它洗个凉水澡。搅和成这种粘土糊糊就差不多了。倒入白胶，冰山酥脆的秘密武器淀粉。搅和均匀后，加入大量的刮胡泡成型。这是天太冷了吗？剃须泡都喷不出来了。揉拌到剃须泡被全部吸收以后，把这个大面包放在盘子上，再撒上各种仙气的材料。摆上几颗萌萌的小蓝莓，就可以静静地等它变成冰山泥啦。哇，它现在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面包啦。表面不是很酥脆，但是戳起来应该没问题，不要眨眼睛哦，开戳。哇，好过瘾，一戳一个洞。好啦，还想让我给你们做什么泥，在评论区告诉我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